听到的这些法心都会照到，也是不清净的一个原因，下不了狠心，就是说从自己内心深处就下不了，就是斩不下来，就把那个戒斩挥不下来，割不断，不想割。然后所以我们成不了道，并不是法门不好，也不是禅堂技巧不好，也不是我们修的不辛苦，也不是不努力，内心深处慧戒斩不下来。就是正法佛陀的那种教育，在末法时代他已经不再让人一下子得到一种萌醒了，一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开始就，因为人们在享受之中是很难去对正法升起这样的信念，你很苦的时候，很苦很苦的时候突然会听到这种，那真的是要黑暗之中突然点亮一盏灯，你突然就开始就舍弃所有的东西来去求解脱，但是在享受之中的众生他还挺舒服的，我为什么要去解脱，是不是佛法那道那点光他也觉得不亮，就生不起那样努力的心，所以求证就很难很困难，所以这样在里边模棱两可的晃晃晃在这条道上晃很多年，而且那个正法对于求道那个心才日益坚固，只要你晃晃晃晃才逐渐的坚固起来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要坚固，当那个心一旦你定在那坚固下来的时候，你舍弃你比如说身边的所有东西一下子砍断了成道了，就那么简单嘛。其实你最终修正的目的是你不舍，你要最后你坚固了道心他才会舍，舍了就成道了嘛，其实就还有什么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那一刻坚固你的道心，安住在佛道上去坚固，不断的坚固，是大家修得太辛苦，很多人在戒哦，其实看到你们修行真的在戒哦，对心灵在戒哦，出不了欲界，就是那个身体的觉受死死的控住身体的那种觉受，那种觉受是要从外界来摄取来满足的，是对这个世界有需求有要求的，我这些觉受要从这个世界获得满足，而不是从佛法中得到满足，觉得从佛法中没有受益，所以满足不了嘛。从开始修行每一个刹那里边，就是说还是心在红尘，心在红尘里边没有正视生命本身的东西，还在红尘里边的七情六欲里边打转，脑子一直在这里边打转，其实真的没有正视自己生命本身的东西，这个也需要慢慢来，但是只是辛苦一点，这样修下去心理上不行，但是随着修正你会看到，就是说看到一些东西，就比如说情感或者很多东西，你并不是说你要放下什么，是到最后比如说你一刹那坐在这儿的时候，你看到现在同时能看到未来，也能看到包括你到老到死，一刹那全在眼前看到，就是你在刹那之间看到的是你生命的一生，而不是这几天这一段时间，你看到你自己一生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一生已经在你面前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的一生他一生经历过什么，你一生不是这个差别，是每个人的一生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，角色都差不多，每个人的一生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不下。生命可以在刹那之间活完，但并不是说代表你要死亡，是在刹那之间，你难道不知道你要老你要死吗？每个人都知道，只是没有形成相给你看，每个人都知道十年我们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要老我们要死，不知道哪天我们要老，难道在刹那之间我们不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这就是真实，这就是这个生命的真实相，我们也知道完了一天我们就少一天，今天结束我们又少一天，生命又走过了一夜，我们的孩子我们未来都是这样走过来，他们也少了一天，就比我们小二十年能怎么样，也比孩子就比我们少二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又怎么样，比我们就年轻那么点，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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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过去，
没错，就是辛苦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辛苦，怎么能不辛苦？怎么修得再开心一点？我以前觉得，如果我们有道场的时候，让大家快乐的修行，觉得这个修行，最起码在某一个层面颠覆人们对修行的看法，认为说修行是一个苦差事，认为修行就应该离清去，修行就是出家人，就修行是很快乐的事情，修行是一个不那么难，很轻松的。修行本身其实真的并不难，它其实就是跟自己的欲望习气跟争斗的那一个，或者跟世俗的一些看法着相，可能不修行就随波逐流了。那有些习气欲望是我们不修行，其实我们做个人也要放下的，也不能那样子活，是不是？其实苦就苦在这一块。就说其实我想的就是大家就是说修行在一个道场，希望大家很开心，是不是能够？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开心。我发现修的还是苦死了，就是我觉得怎么这还是不开心的？不是修的不开心是？哎，可没有任何戒律，没有压迫，这个一切平等。如果不想干可以躺下，不想做可以躺下，不想就渴了可以出来溜达，可以喝茶水，可以聊天，可以什么都可以。就是完全希望一个就是说很宽松的这样一个地方让大家修正，但我观察来观察还是苦，怎么会这么苦呢？怎么每个人修的内心深处会苦不堪言？没有一个不苦，我倒觉得还不如人家那些不给茶喝不给水的道场。可能大家觉得也许我们真的是不是触得了内在的真实的东西，还真的想往下放什么东西，其实或者是我们真的还不如人家外面。